我告诉你们，过不了多久，你们就能感受到这帮大骗子们的演技了。让我缓缓吧，我还在外面呢，我得晚上很晚回去，我还没有那个准备发微博图，但是呢，我还没有修图。不是官博，也不是绵羊 TV， 我是真实的崩溃了。